原来要跟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变老是那么困难的事。报复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我真的累了。 Sky 不适合你的游戏。我是在你弟弟身上投注了全部的筹码。那个不小心打开你心门的人该不会是 Sky 吧？你确定这种婆妈口味的男人适合你？3月4号星期三晚上10点，优频道新登场。